周五信义晚上冲不冲？对啊，是周五啊。今天是星期晚上。对啊。哎呦！当然，太辣了！全信义最辣，真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已经太逊了。我现在已经准备好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去喝酒的给西。来，你们看。我那么急性，你还有？啊！随时随地想吐就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星期五的晚上是不是很想要跟好朋友姐妹们喝一杯呢？其实喝酒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趣事，很多人是漂漂亮亮的出门，但是破破烂烂的回家。 PPL 有一线之隔，今天邀请到很多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欢迎。哎呦，我们有新朋友了，小柔，欢迎欢迎。出门了，尤其是星期五的晚上。哇哦，讲到喝酒的话题，是不是就一定要 cue 你来到现场？真的啊，我真心觉得我以前就是三五六人。什么意思？三五六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们，我有那么老派吗？就是礼拜三、礼拜五、礼拜六都已经在外面 party。哇哦，一周三天。对，一周三天，然后不能就是不能太早到，也不能太晚回家，就是你的时间全部要拿捏好，你才能就是华丽的退场。嗯，那你酒品是好的？我酒品挺不错的，因为我酒品好，所以我朋友才多啊。嗯，欸，很多人自认为自己的酒品很好，但是朋友都觉得嗯很可怕。通常都不记得了。对啊，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喝完之后不是变毛毛虫，但是就是舔玻璃。嗯，舔玻璃。特殊的癖好。他就有特殊的癖好，不然就是一直哭，不然会咬人，不然就讲话变得好大声。那你会吗？你什么癖好都没有？我就会睡觉。哦，那真的是好，那是最好的。我就是会，而且我就是真的要醉的那一刹那间，我是会马上冲起来，然后叫车回家的人，自动导航，我会自动导航，然后我一定会醒来的时候就是整个又就不动，就是全归周喝后，然后这样醒来在床上的那种人。哦，那你跟我一样是蛮硬的，对，就会撑到最后一秒。对，我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失态的样子。哦，但我发现你今天非常有诚意，来转一圈。好，今天有重点星期在后面。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有附近有附近，哇，好好看，而且我想拆袋子，而且你的腿好美哦，很细，我连我整个就是整配备都有了。就是你出门现在不能哩哩啦啦，不能什么大包小包，那你就是手拿包拿着，然后你一出场的时候，你下，因为有些夜店都是要下楼梯，嗯，所以你下楼梯就要，你不能看着下楼梯，没有气势，没有气势，你就要下楼梯是这样，走开步，走路要有点跳的感觉，小弹跳感，然后就说。有，但你知道，现在雷亚都穿球鞋这件事吗？我知道，真的，他还给我穿重重鞋，没有人要穿高跟鞋在夜店了。我那一天特地请我先生带我去新义区的夜店，然后现在不是很流行露天 bar 吗？对，站喝。Grassland。你有被打我们以前比起来差好多，为什么？大家都穿得很 casual， 对。然后我就一直很期待有战服的女生出现。都没有哎，现在都不流行。现在年轻人还会穿运动套装，对对。然后我觉得套装可以，可是我就会觉得啊，我好想念以前大家穿战服啊，然后露到 V 的，每个都像强强这样子，真的。哇，以前就一定要穿的那样子才可以进去，才进得去。而且你一进去，你就是要抢最大的风头啊。对，那现在的女生就是真的就是去跳舞，就是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但是我们去是。就是想要，我们去是怎么样？为了要招蜂引蝶吗？不是喝酒，是要做什么？成为中心点。我们单身当然就是一定要让男生看到我们很漂亮的一面，然后我们以前出门真的，哦，这样讲的话我好老，很
很久以前吗？没事没事，有一点，我们有同温层的朋友，让他们回忆杀一下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就要先站吧台啊，你吧台先两三个，对，闺蜜站在那边搔首弄姿一下，就会有香槟了呀。就会有人站上去，不是上去，站在吧台上，我不知道啊。通常站在 DJ 台上就很过分。没有，就是站在吧台，就是比较应该说它是一个小角落，但那个角落呢，你也不能就是好像要挤到那种墙角，感觉自己好像很有人缘，没有，就是你不能站中间，站中间就感觉就很等着被拔，对，所以你要站在一个那个边边角角那里，然后它就刚好那个位置是全部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。然后像我们有比如说几个姐妹，就有人是被杀，她的背都超正的，那有每个人都有这种绰号，不是被杀哦，被杀，我是被杀，我是被杀代表，凶杀案，每个人在团体都有负责角色，对，然后像我本人就是绞杀代表，绞杀代表，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会负责一样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有，什么什么，就被杀，不是被杀，为什么你有概念的？是被杀，这么失礼，你们很失礼。小心被杀。哎，小优在夜店吃很开，真的假的？那一定要请小优分享一下，你为什么在夜店可以吃得这么开？我觉得怎么太暗？太暗，关键看不到。你们真的很，因为至少他的身材是好的，他身材超好。我的脸怎么了吗？看不到，哎，其实这样子是很正的。所以小优是被杀，他是凶杀，他是凶杀，他是凶杀。因为我有一次远远的，我是先看到小优的胸，才看到小优。多远？有这么？但是带出去有灯光以后，就会变凶杀案，凶杀案，大家就会自动散开。没有夸张，哎，你自己平反啦。我觉得我就是属于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在就是喝酒的地方比较小受欢迎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比别人女生。会玩游戏一点，或者是我就是狼揪我的 key， 就只要有局我就哦走走走我就去，我很好。你会炒热气氛，对，我会炒热气氛。你喝酒，对，比如说现在包厢，大家你知道面面相觑，有些不太熟的，我就会说哎来玩游戏什么的。哦，气氛担当。我会带游戏，然后可能会玩什么什么，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玩一个游戏，就大家都只要叫我抓拇指，抓拇指啊什么的。你抓一下，示范给我们看，你示范给我们看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比如说大家伸出拇指，然后呢，怎么抓怎么抓。然后就要立刻这样，然后就一直抓，最慢的，对，最慢的三二一抓，对，我要玩，我要玩，好，大家就先手指先放旁边的，然后抓拇指开始一二三，手会折出来，那是什么样？这样抓上去，叠上去，但是你不可以自己叠自己，你要叠别人，对，好，再一次，然后我是那个主要喊的，主抓人，一二三，抓手指，要啊，要上去，你要抓手指。那这样，所以这小优就输了。哦，对，你要换谁？那这样跟异性有什么用？就肢体接触啊。因为刚喝了一点酒，就撞来撞去。然后这边有饮料，有饮料。我这一集是这样录的吗？我要开车，这是饭啊。输的要喝。这是什么？这真的是酒吗？酒吗？这是喝了酒之中药相关。你输啊，你输，对啊。喝的输，来喝的输，喝的输，输的输的，喝的输是什么？我喝醉了，还没喝就这个游戏有很多变化，比如说可能就是什么抓耳朵，然后最后一个人抓了就输了。哦，还有这种比反应，对，比反应的，就是这是一个。比如说我喝完，我就可以出题目，我就是那个出题目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可以玩抓手指或是别的。抓手指真的是很落后哎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新的？现在有什么新的游戏？抓来抓去抓的折到反而更好。可是他就是要有跟人，我就是要抓喜欢，比如说我喜欢麦派，我就故意又不抓你，要抓他的手。对，两个人去旁边抓。我跟你讲，妹子，我知道为什么你单身了。你说我们都是玩。你知道玩 King Game 是什么？因为你在夜店懂之懂之的时候，你要玩 King Game 一定就是大家在玩牌，或是大家在讲一些就是写那小纸条。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比如说我爱丰田，我觉得丰田有天，你懂吗？然后我那天又喷致命香水，然后让他闻到，他就会觉得说哇，这个女孩啊好特别哦，会心动，真的会心动。然后就是或者是这样看到他讲话就哈哈可爱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才会有那个来电的那一种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没有暗示啊，暗示，哎，你有暗示，你握的很好哎，茉莉，你握起来，哎呦，
年轻人就走一个快速路线，因为玩那个牌什么那个有点久，快餐化，他们想要这种直接碰身体的。对对，可是你说如果说握耳朵这种就没有接触到啊。但这个是比反应，但重点就是你要让你喜欢的人多喝酒。那个晚上他如果喝越多，哎，你成功 get 他的几率就更高。那除了抓母喜外，还有什么？可以抓哪？最普通的。你想抓？你有想抓？你有 idea 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好奇嘛，前辈嘛。还好吧，我觉得还有最简单应该就是什么倒霉拳跟那个抢数字，这个是最基本，就是划拳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然后这种游戏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派派的话，我就会故意玩倒霉拳让他做我下家，因为我喊到是下家的。哦，就一直灌自己喜欢的人酒。灌他就对。倒霉拳这个很久啦，可是你想一个新的游戏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要那个输的喝啊。我刚刚听的，因为我跟我感觉我出去玩包厢喝酒什么，大家都是就是耍酷为主，然后就是哎，这么无聊，像从歌手没有。拿起酒杯，大家对到眼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喝。哎，有兴趣就走过来就聊天，这样都不玩游戏，哎，不玩游戏，对啊，很干哎。不会啊，因为就是我觉得那种夜店最有魅力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你听不到讲话，所以大家都在肢体语言呐、啊，就是有一点哎，对，你在那干嘛呀？其实没有做到，那就跟小柔刚刚一样，就是要靠很近，靠很近。所以比较喜欢那种冷冷酷酷的那种感觉嘛，所以你的鞋子是因为你玩得太疯狂才会断掉。为什么左右不一样？就是胶带，还胶带贴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开路前我的带子断掉了，不是晚上弄断的。好啦，没有新游戏了，我们就请坐了。不行啊，小优喝啦。小优喝嘛？为什么是小优喝？小优喝。我还以为有什么好玩的新游戏。健康的，健康的，是吗？对啦，喝的啦，好喝的啦。新鲜出品，什么？这是什么苦茶吗？苦茶，苦茶。好坏啊！为什么要被惩罚？我以为是酒。哎，今天那又对耶，今天表现不好的就要表现不好就要击垮了。你是常跑夜店的吗？我其实现在真的算比较少，因为不要给我做形象哦。没有，不要消毒哦。我其实以前都觉得，就是我这一辈的小朋友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有夜生活，你有这个很酷的朋友，是很屌的，是很 special 的。好像有一些同学都说，哎，你有去过夜店吗？我们当时就大学生刚开始。然后我其实没有在台湾读，所以就是高中毕业的那段时间才会去第一次去夜店。哦。然后这段时间都不在台湾嘛，所以我觉得我第一次加入这个夜生活行列，其实就是几年前而已。然后几年前，我觉得我真的算是喝酒误事的头牌第一名了。哎呦，真的耶！我也是在那时候才认识你。对不对？我当时等于是说高中毕业，当时大家都是小，只是学生，然后去那边玩玩。我觉得那都不叫玩夜店啦。对。真的去夜店第一次，我觉得就是那个三年前，我当时准备要发一张专辑那次，然后那一天就真的喝得比较醉，而且我就突然觉得说，哎。大家都认得我，好像哎，我是明星吗？我是富二代吗？我开始有这些幻觉。然后刚好那一天呢，包厢里面都是哎比较多兄弟人哦，他们的气势都很强。兄弟人，兄弟包厢，然后他们就是会哎，陆续派来啦哦，他好像就是你知道，我就是也是一个男生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哎，好像这就是这样玩的嘛，我们就来喝来喝。我到现在都记得野格炸弹，真的不可以随便乱喝。野格炸弹，一直来，然后。那一天晚上就被警察抓了嘛，对，就上手铐了，上新闻，对，然后就那天的，对啊，这就是我第一次去夜店玩的经历，但是我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是哪里站起来，再去一次，有后来，这句话是用在这边的吗？我觉得这是真的吧，因为你知道就是。所以对大众而言，就是大家觉得说，哎，陆续派你是笨蛋是不是？你就是干这种蠢事，然后给你爸你姐丢脸什么？我觉得说不行，我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不是出去就会闯祸的人。对，没错，出去就也很帅，你是正派的。那你怎么站起来？这样怎么站起来？我后来就还跑去同一间夜店玩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很好笑，就这样，很好笑，因为后来他们这一间夜店的这个。保安同事们就看到我，他们都会很紧张，就觉得说拜托不要在这边惹事了。有上新闻了，你的目标太大了。我后来就真的都很乖啦，对啊，真的就玩了大概有个两年，很喜欢往里面跑，对。但是我比较不了解的是，丰田来这一集干嘛？对啊，你干嘛尬聊？你不能每一集都来我们节目，这样大家会误会我们真的有。有夜生活吗？对啊。还是你要不要承认？而且你根本就是不会喝酒的人，你来这一集干嘛？酒量，你又在骗通告。你干嘛念这个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有跟那个丰田
在外面的酒吧遇到，然后每次遇到他都已经醉到一个不行哎，而且我觉得他酒醉很爱撩妹，屁嘞，他没有酒醉的时候也在撩，一定有啦，他有没有喝酒会困扰你？很喜欢趁那个玩游戏的时候就是 talking， 我承认啊，我承认啊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好，我不喜欢。喝醉把妹还好，还很正常吧，很应该的，男生都可以啊。女生在那边漂漂亮亮的，就是期待你来打个招呼，礼貌，对，很开心，会很开心。好，你给他喝啦，给你喝了，夸他。因为有一次你喝醉，然后我那时候问他说：“啊，你等下怎么回家？”说：“啊，你要骑回家。”哎呦，哇，这么醉，讲这种这么直接的，连小叶你都不放过。你小心叶丰田，下次就戴手铐了，真的。哇塞。隔天都会忘光光。哎，那你怎么回应他？我就知道他喝醉了，我说好啊，走啊，我就也会开玩笑，然后他就，然后他就太怕了，没想到你答应，我吓到，跟酒醒，我才想酒醒。当我开到一个过头，我其实醉了，我自己不知道，这种最可怕，因为谁也抓不住我。朋友圈当中真的是有个称号叫做鲁小，哎呦，你看那种酒醉。变身的我不是我，是我怕他会伤心哎，我想听，我真的我的朋友，就是要是那些夜店我一进去，大家一看小快走。我说好啊，走啊，我觉得也会开玩笑，然后他就对，然后他就太怕了，没想到你答应，我吓到，酒醒，我才酒醒。这个那我们大家知道你酒量最烂嘛？那谁的酒量最好？一杯啤酒就挂了。他真的很一杯啤酒哦。我有一次哎，几次刚好在康哥的局跟他吃饭喝酒，喝酒，他就说不行啊，我的酒量真的不好呢。那个时候中文很好，真的不好呢。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但一定要假装什么的。哎，真的哎，一瓶就开始，就不像帅哥那个样子，就觉得哇塞，是不是？这哇，好自私的日本人，很典型哎，就是压力很大，典型。而且日本都是一大堆醉汉，就打在路边，然后他就是会讲话大声的那种人，然后会一直喷口水，然后会一直。这样子，要么就大闹，要么就睡觉。对，他就是极端的那种。就是过去了，他就过去了。对，但没过去就会讲话，就是很自私，喝醉酒的日本人，然后插筷子啦，然后绑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。哎，什么样的局会让你喝开？就是想说啊，醉了就醉了。比较熟的，当然跟比较熟的人一起喝，嗯，的时候就会。那小优，你算是会喝的吗？我觉得我是有酒胆，然后我就属于朋友当中那种喝啦，然后因为我要嘛就是会很嗨，当我嗨到一个过头，我其实已经醉了，我自己不知道，这种最可怕，因为谁也抓不住我。然后我在就是反正我在朋友圈当中真的是有个称号叫做哎呦，你看那种酒醉的样子，我这是自己讲的，他是真的很想。酒变身的我不是我，那你还有朋友吗？哇，你姐不负责任，那是小优姐，我不认识她，我就会超级毒的，就说哎，小优还要送酒去，我不要，我要是永和豆浆，然后我就是一定要续，然后我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很毒哦，但是我就是其实已经醉，可是我居然还可以一直翻手机说，哎，谁在钱柜走，我要去钱柜，然后自处能力还没有掉，对我还一定要弄到天亮。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快疯了，因为我觉得很卤，就不回家。小柔，你有跟小优喝过吗？我跟你讲，是我怕他会伤心哎，我想听。我就是我的朋友，就是要去那些夜店，我们一进去，大家一看小优快走，赶快跑！我改过向善，我改过向善。小优快跑！我说干嘛？干嘛？不是这边好好的吗？你先走，我再告诉你。就好像是看到鬼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圈子是为了名的，后来会撸的。对，他就是会撸。他其实也不是对我们女生来讲，我们就觉得说他就是可爱，喜欢炒热场，就是想要一直喝下去。对，然后重点是他不会付钱。这个，所以我的很重点所以我的男生朋友就说。
不是他闹我 OK， 但是重点是你不能一直喝一直叫，然后都你自己喝完，因为来他就嘟嘟嘟嘟嘟喝完之后，然后他不付钱什么的。我听说是上，但我不知道。现在比较会说，现在比较会说，因为现在比较赚钱。小龙姐讲的是小时候比较没钱。小时候，因为我很久没到夜店了，所以我知道的是大概十年前。现在比较有赚钱，所以会付钱。所以小时候狂喝就是一个喝够本。小时候真的会有喝够本这个心态，而且就是觉得到哥哥们的包厢就会觉得哇，包厢有香槟，然后就很敬业啦，很敬业。然后可能带女生朋友来，也会觉得来点下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会稍微喝比较多，然后我真的曾经有很失态过，就是我那一次也是觉得很可怕，是我去唱歌，然后我那一次真的太可怕，是那个厕所是在包厢外面的，然后呢，我就是唱完歌以后我去上厕所嘛，结果我上完厕所以后，我去了别人的包厢玩，然后很正常啊，这很正常。可是我就在别人包厢睡着了，然后很危险呢，很危险。然后那个别人都会想说，哎，这不是小优吗？怎么在我们包厢？真的，不太容易躺在我们包厢里啊。然后原本的我那个包厢的朋友开始找我了嘛，就说，哎，因为我的包包什么都还放在包厢，我是一个就是这样本人跑出去失踪了。然后呢，他们都在找我，连手机都没有带哦。你都没有意识到，你推进门的那一刹那，朋友的脸都变了，都不一样，都不认识。当人已经喝开的时候，你就是他喝到模糊了。对，我已经模糊了。钱柜蟑螂。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朋友。好可怕哦！钱柜蟑螂。你在蟑螂？我没有吃他们的水饺跟那个牛肉面，我就是哇，好开心啊！然后我还点歌，还唱歌，还去人家包厢唱歌，然后还点三天三夜跟大家唱，然后最后唱一唱，我就睡在人家包厢，然后我的包厢人疯狂的找我一个小时，找到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在那个钱柜，那我跑马灯某某的。有，请问，请搜寻某某朋友这样子。天哪！然后那个包厢看到那个跑马灯把我叫醒，说：“哎，你朋友好像在找。”广播在找。我差点都被广播找，哎，我真的是太糗了，我才被救出来。那西派呢？我有一次断片，就是比较严重，算是第一次用力的喝。当时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在美国，然后当时有 Ultra 音乐季啊，最大的，我们就直接。大学生，然后学长姐、学弟妹，我们就一起坐飞机到迈阿密去，这样，然后很浪漫、很好玩，很嗨。然后学长姐大，而且我们是音乐学校，大家都才华洋溢这样。然后学长姐就说：“哎，明天的派对开始前，今天晚上先到我们包厢来喝这样。”然后就说：“哇靠，学长姐邀请我们一定要去，不能丢脸这样。”然后就去啊，一样又是野格炸弹，怎么那么巧？我们就一直喝。然后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自己讲了一个白目的话，因为大家都会说，哎，来，大家一句碰轰的话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，嗯，我因为高中刚毕业，我还没有喝醉过。然后大家啊，我们在哪讲这句话？对，我就是想说炒热气氛嘛，有点白目好笑。结果真的就给我自己喝断片，我隔天早上真的就是，突然醒来，然后就是一看，啊，我怎么在我自己房间呢？因为我们原本在其他楼层学长房间这样，然后我就完全不记得昨天晚上到底玩了什么。棉被一拉开，我裤子不见了，哇，我裤子真的。真的裤子完全消失，被学长弄了，不知道没有内裤，有内裤，就剩内裤四角裤，我就去海边嘛，四角裤有，可是海滩裤完全不见，然后就是你知道床是这样躺着的嘛，有没有？然后我是首先翻开，哈，没有内裤，然后再看到我这样一条斜斜的吐，这样从门口沿着到我这样身后。丢脸，好险是饭店房间，然后就赶快整理整理，然后跟我室友说，哎，你赶快去帮我买一条海滩裤，不然我没办法去了。这样，这是第一次断片就这么严重了。然后，所以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。我有问啊，然后学长姐就跟我说，就是好像当时大家都喝很嗨，然后也有喝脱上衣啊什么的，因为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可能比较夸张，但那个环境大家都脏嘛，老外都在海边，对。然后我就说啊，我有脱上衣，我也不记得啊，就是我才发现说我几乎某个时间点以后是真的全部忘记。所以我后来都很小心，我就是会去聆听我那个潜意识，聆听潜意识，因为哇，你们三个就会有小天使出来告诉你，怎么像冥想，就是要跑了，而且我就有另外一个人格会跑出来，小鹿，我觉得都会喝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你的身体会突然跟你说，好像真的不行了，现在需要马桶，真的，现在是有危机意识。我很好奇。
我很好奇你，你应该，我听说你酒量也很好啊。哦，我现在改邪归正了。我以前喝的时候也是蛮狂的，就是只要我醒着。别人都不能清醒，对，都不会逃过。对，你没有那个，就是失态过吗？因为我也是在外面非常驚的人，然后我唯一记得一次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夸张的行为是，有一次中秋节烤肉，然后我就带着一票朋友来我们家顶楼烤肉，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剧组。他们就是在我家附近，然后也在办烤肉。那我经纪人就说：“哎，那你要不要过去跟人家打声招呼？这样反正那么近。”但是我因为喝了七七八八，很醉，你知道吗？要是我清醒的状态，我就说：“哎，不要啦，打什么招呼？”但是我那天醉了，我就走，然后我就去打招呼，对，然后打招呼也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人。就在那边喝开了，然后在那边一天挖底啊，然后我随便每个人都很熟这样，但是我还有潜意识知道说我所有的朋友都还在我家楼顶，所以我就把那一整票我不认识的人全部都带到我家楼顶，然后又一起喝到天亮，然后比如说我根本不认识你，然后我就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欣赏你，因为我没跟你喝过，我没有变成好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我就什么话都可以聊。对，因为我平常就是不喝酒，就是非常冷静，然后就很高冷，也不会跟人家聊天的人。但是也是喝完酒，什么语言都开了，然后什么对，什么天都可以聊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止我们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，我们也有邀请到我们的夜店工作者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分享他们精彩的故事。来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刘世峰，那我是 RCC 餐酒馆的员工，前员工。对，那我在就是 RCC 工作的那个内容就是外场服务生，然后兼表演者。那我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否主持，然后就是唱跳，因为我之前是有参加过选秀节目。因为我们那边主打的就是男模系餐酒馆，所以我们的好想去中山啊，没有RCC林森北，那因为调通啊，我们那边的特色就是可以跟就是每个服务人员互动，对对，那我自己的互动当然就是舞蹈表演，那如果有人想要就是想要当我的客人，可以就是我可以示范一次，怎么互动？来，你可以挑选一位你想要互动的朋友。他不是自愿制吗？自愿制也可以啊，你想说，我跟你讲。我一直很想要去这种男模系的那个餐酒馆，一直还没有机会。哇塞，这个很嗨哦！重点是今天还没有误解，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不知道？小妹又赚到一包，又赚到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好，我是蓝 K。我们会先问客人，就是说，就是尺度的部分。先讲一下，对，还有一个，因为有些客人他们是朋友拱上去的，那我们还是以就是主要互动的人，然后去对应。那如果那个人差不多 OK， 那我们就是看，就是可以拿捏多少尺度。那你的尺度是？因为我最近失恋了，我的尺度就是都来。OK， 都来就是这个尺度，很好啊，真好客人哎，真的还是好客。对啊，脱掉眼前的那个。哦，有。然后再看我要打他动作的快。好啊，可以啊。那再一次，王婷姐来，来哦，来哦，来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会冒，不要。最近失恋了，我的尺度就是都来。OK， 都来就是他的尺度，很好啊，真好客人呢，还是好客。对啊。哎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好想到你。
你有这么客气吗？哎，他刚刚那种接近，然后他说手给我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那个喘息声，你知道吗？我完全感受得到，然后会对我吐气。很四 D 吗？就是这里。很四 D， 对，那种四 D 感受，好像喷水，喷水，鼻子还会晃，这样。喷水，喷水，喷水，对对对。真的看了 N 喜卖喷伤。对，而且他来的很突然，他刚刚想说，拿着，然后就说哇，杀进来了，对，像猛虎出闸，突然，好突然，很有感觉。哇，真的很有一套。心动了一下，对呀、啊，人都来了，把老公的眼睛蒙起来就好了。其实刚刚那个是要我上去的，但我有跟制作单位讲，我碍于我有三个小孩，大小孩看的，要私下拿他的名片，私下电流。想多久，我们再自己去啦。对，我们自己再去。自己去，是啊，很厉害。你的眼镜是不是就是设计来扔的，对不对？我想做一个反差，因为我平常接待客人就是，我戴眼镜的时候会比较就活泼外向一点。起价前跟起价后。对对，没有起价，因为我自己在表演的时候不戴眼镜，我比较能就是做自己的眼神。对，专业。而且他刚刚一摘眼镜，然后过来的时候，他还给我这样。哎呦，小舌头呀，小舌头。毕竟是以前的那个专业。哎，刚刚太快了，我们没有 take 到。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现在头的，你现在那个顶脱眼睛那个表情，脱掉眼神的那个。哦。有。然后再吐个舌头，这样。他动作比较快。好啊，可以啊。那再一次，婉婷姐来。来哦，来哦。来来来，可以，只要沙发就可以了。你是沙发型的。啊，沙发型的来，我们会。好，那一个沙发型的。五步哎，沙发也可以哦。可以吧？可以。你都可以，可以来一下。哎，丰田你不错哦，可以哦 ，Q 的很好 ，Q 的好，哇塞，不错啊，哇，呜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解开裤子，哎呦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感到不舒服，都可以报警哦。好好好，都可以跟我们反应。哎，那如果太舒服了，要怎么反应？那我们再一次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连五颗星都有，哎呀，好了，自己主持费也可以不用了啦，拿去吃吃喝喝，把它吃掉。哇塞，这个主题就对了嘛。刚刚把你压在那沙发上，你有咬下嘴唇？我有那么轻吗？你有咬下嘴唇？我以为我盯得很好，我还是不小心流露出来了吗？你说不要不要，然后手是一直这样，十万比万力。不可能不可能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不信，不可能不可能。好真实哦，哇，哎，好，月和你没有超过他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那我就回家了。现场交，我们现场交。对啊，应该是萌系的吧？我觉得。就是，所以你现在是在哪里工作？我现在是在 RAF 当安管，我也是在安管。对那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吗？可能就是会打架之类的。啊，谁要可以打架？保护女生的，有些女生喜欢那个保护欲，就是抢的，她可能就是。可是她看起来，她看起来是我们要保护她。她很高瘦啊，在夜店里一看就知道她在哪里。她都很瘦啊。哎，现在网络很红的，是不是月和？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红的，因为是我们老板有发过我一篇文，就是介绍我们店里有一个帅哥，然后可能很多人会发在网络上给我说，哎，怎么会在 RAF 的安管，怎么会看到一个长得不像安管的人在那里做安管？对，你不像安管，没有什么事件，只是因为你长得帅。对，对，很帅，是帅啦，但是我以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啊，让大家觉得可能对待客人啊比较温柔，就不像。平常我们看到安管可能比较凶，比较严。因为我们印象中的夜店安管都是光头啊，然后很壮啊，肩膀很宽啊，然后还打那个格斗的人。所以他突破了安管的形象。他完全不像。但我有练过格斗这种东西。所以如果真的有八加九在旁边，你是可以保护真的打的那一种。对对，可以。就是因为我是格斗，我们需要有对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需要啦。放心，不要打架。
漂亮哦，可以坐这边吗？不要。哎，这个太快了，把它弄走，把它弄走。你怎样了？来啊，来啊！你被他骚扰，你没有把他骚扰啊？有，他抱我，他没有。哦，所以你牺牲你自己，牺牲我自己完成了，对，转移目标，他是不能转移目标的。不是，可是我们想要看到对打的画面，好不好？感觉不一样，就是看到这种，我觉得温和，对他，对，因为他没有打我，没有怎么样。那你怎么样？你看到露西派才会出爆吗？我也不会，我是最 chill 的 ，Ruff 他们是最照顾我的。来，派派出来，出来，挑衅他。对，哎，这个包厢是我叫的，哎，姐姐，可以请你先离开。这是我的包厢啊，真的吗？姐姐，你有没有礼貌？好，我去抽麦，确定麦，嗯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不好意思，没有确定就是我的。对，这就我定的。我上个礼拜就跟你们 Jason 叫好包厢啦。Jason 呢？有人闹事的。没事没事。啊，哦，好啊，也可以可以。到底有没有打架的意思？点酒点酒点酒，就是看一下手而已。很聪明啊！那来宾都这么不受控吗？我就是要看你们打架，谁在那边点酒这么温和？真的不要，对啊，好好好，不要有格斗的画面。会熟一样的啦，对，就是他那种公关的那个社交方式，公关的能力，对。我以前有一次也是在他现在工作的那间夜店，所以你跟他之前就认识吗？没有，当时啊，就是说我去玩，然后好像有谁的 after party 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去，然后就遇到很多认识的熟人，然后玩饶舌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刚好就遇到一个朋友，然后他比较地下，他比较有一点匪气那样酷酷的。然后他当时就看我有点不顺眼，但是我们本来认识，然后他就想说，喝了一点酒，我今天要跟露西派讲开这样子。然后我当时没有喝，可是当然你知道喝醉的人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怪，对，就有点哎，露西派，我跟你讲啊，讲一下好哎，我你走，我们后面聊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件事不跟你讲什么。然后我就知道这人喝醉了嘛，我就想说好，没关系。哪有我这张三寸不烂之舌不能解决？然后我说 OK OK， 他们那种 VIP 厕所啦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说好，我们里面聊啦，外面太吵了。然后其实聊，哎，就是很无聊的事情，误会其实，然后就聊开了这样，然后结果突然那个门就砰砰砰砰砰，然后我就说哈，这样敲门就有一点太挑衅了哦。我们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，我们就 chill 哦，我们不要惹事，对不对？我们 chill， 这间店也很照顾我们。好，我们就说啊，我们要出来了，没事。结果他们又砰砰砰砰砰，然后结果我们就哎，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一开门，来了一排像他这样穿黑衣服的，我们真的有紧张，唰几雷哦，就是一排黑衣人都180嘛，然后中间一个银色西装的，我想说哇糗了，我以后应该是不能进来了啦。他是怕你出事啊。结果真的是好狗运，刚好那一天那个领班啊，是我牵这么远，真的好远哦。听我讲完，鹌鹑代表多有力，毅力，你可以攻击够了，升官了。你确定？真的。刚好那一天那个领班啊，是我小时候妈妈的教会的小组员的儿子。牵这么远，真的好远哦。听我讲完。你不是说隔壁邻居都比较近？没有，因为他就是妈妈的小组员，就是教会的姐妹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小时候是一起去什么游泳池游泳啊，真的是玩伴。甚至他是进来之后，我们大家已经跨了，然后他就一瞬间，萱萱，他叫我乳名啊，根本就因为真的是幼稚园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啊，我就叫，你居然是萱萱，我本名有一个车干萱这样，就也没有人这样叫嘛，然后我也叫他乳名，然后他的同事还是说，是在叫他嘛，让他，然后他们真的就很照顾我，就说哎，你们出去这样，就完全那个红色警戒取消这样子，真的就是很搞笑的一回，对啊，差点出事，对啊，差点就出事。那你做鞍馆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？我就看过一个客人，是在我们会给他一个垃圾袋，然后让他吐在里面，
然后他吐完之后，我们可能觉得说没事干嘛，我们就给他一杯水，他以为那个水就是垃圾袋啊，应该说他把那个垃圾袋当成水了，然后就把垃圾袋他刚刚吐完了就拉下去。我们马上去制止，说等一下，这是不是不是，这不是你的水啊，这不是水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赶快制止，但是他已经喝下一点，所以他本来意识都不清楚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男生女生应该常常会被女生搭讪吧，在夜店里面。偶尔啊，会不会造成你工作上的困难？应该很长吧。应该说他们都会可能就先跟我要 IG， 然后可能私底下联络我，不然就是可能当下跟我拍照。如果我当下不满的话，我就会跟他们示意，就是说哎可以拍个照，就是。那会有那个女客人吃你豆腐吗？就会乱摸，但是我会保持一点距离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主管在后面看。乱摸，摸哪里是还可以？有这个服务，拥抱那个可以提供，会有拥抱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们是可以跟你玩大拇指游戏吗？你说常常的，你每次看到你，流行吧，流行每年。哎，我刚刚玩，刚刚玩好像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小柔，快点，快点去玩大拇指，快点。两个人玩是不是？对啊，小柔啊，可以啊，夹在中间玩啊，小柔也可以玩啊。就完全给你优惠了，快去摸！真不好意思啦，这样我真的会不敢领通告费。看一下怎么玩，怎么玩？我们三个人，你站中间，你要抓到他们两个的拇指哦，大拇指啊！好，抓手指，一二三。啊，抓到啊！然后嘞，然后嘞，然后他就输了，然后你就输了，那你输了，因为他刚刚没有搞懂游戏规则，你没有搞懂啊。听一次，好，再一次。那有什么惩罚吗？惩罚就是清水，水清水，不要动手，清小优，水清水的部分，赢家出清水家的对。啊，那就是赢家可以指定惩罚，好不好？赢家指定，赢家指定，可是这个只有最输家，对啊，只有最输的，那就我决定惩罚。哎呦，好，那我喊哦，来喽，刷手指，一二三。哎，我这样，我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他又输了，又是你输。好，那就只好再跳一次，那就只好再对我跳一次，对公田跳。小优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福利？啊啊，好为难你啊！干嘛那边装为难啊？明明就很开心，他真的在想，他想要什么福利？想什么一次到位的？对呀。公主抱一下，好。对对对，你裙子可以吗？你选那个，你要谁公主抱？对，输了。一起哈，输了我就想选他啦。可以。有没有帮你们吗？我已试过你的表演了。也试过，快的，我也想快的。我想知道安管到底有多有力，霹雳。你可以公主抱我，然后深蹲吗？哇哦！拿出平常抱客人的魄力，可以。那我要冲过去抱。好，你小心啊！对呀，受伤啊！虽然说我高跟鞋已经坏了，你冷静，你冷静。五圈踢步。哇！我三分吗？对。哇！哎，可以耶！远远可以融入我的视角。你一定没意外，他还有。你为什么要强求？你要可以这样升官哦。当然可以啊。来，五二三吧。三十秒。你看你，你干嘛没有想要抱我一次吧？太坏了啦！不要怪我。那你在你们店里面有遇到什么样的客人让你印象比较深刻？因为我是表演者，所以我经常就是会跟客人会近距离接触，所以他们会因为冲着这一点，虽然有些可能客人他们会喝醉，然后就是会真的会抱摸一波，对，会到揉了，因为会有视觉死角，所以很多人没看到，但其实我自己就跳那么多客人，其实就是说，那怎么办？遇到这种状况，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？你那边会贴胶带吗？哦，我就顶多就多穿一条内裤而已。哦，甩他，好辛苦哦。因为其实拿什么甩啊？不要调皮。对，反正因为就是因为我自
自己已经习惯，就是说我在就是表演的时候，不要尽量不要出事，那不要表现太出来。但我后面我都会跟就是主管他们讲，就是说可能哪一组客人刚刚有就不礼貌这样子。但都已经吃完豆腐了，讲有什么用？他们也没有办法预设下一组的客人会做什么样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是酒精上头，然后就是啊，其实这种事情，因为毕竟是服务业嘛，所以。有时候就是摸著鼻子就，你会回家落泪，不是我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？而且我脚上还这么大力。而且有一次真的有一个蛮扯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，然后他想要吃我豆腐，可是他又绕了一大圈。那时候是一间 VIP 包厢的客人，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庆生会，然后主角非常喜欢我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进去表演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主角非常喜欢你。然后就让我去，就是跟他桌边服务，就是跟他聊一下天。然后那时候他已经很醉了，他就跟我讲说。哎，你好漂亮哦！啊，我吗？然后他讲，对啊，你很漂亮，你怎么比女生还漂亮？然后我就说，亲爱的你有点那个喽。然后他就说，然后他就那时候就是他说我要喝水，然后我就倒水给他，然后我就给他，然后他说我也不喝水，他说我不喝这种没有净化过的水。然后他就从那个他的包里面掏出一颗石头，他就说这是我在哪个山就是拜过的石头，有净化水质的功能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感觉他开始卖东西，就吃着，然后对，然后他把那个水，他刚刚前几分钟还在拿那只手，就是沾那个鸡腿酱在那边吃，然后手还油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去沾那个水，他说，然后沾完之后他就说，你看这个水已经净化好了，我可以喝了，然后我就看那个上面还有那个油，浮油，对啊，可以喝，然后他这样子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臭臭，我就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有这个服务哦。然后那时候他就一直跟我拉扯，他说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。我就说不要不要，只要你亲他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然后闻了，我说你闻一下，本来是把嘴巴堵起来。对对，然后后面我就是因为就是他朋友看到了，然后也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在前面他就已经就都有毛手毛脚，但是可能其实其他人都有看到。对啊，就我觉得这一行就是这时候你应该就要把石头拿起来塞住他的嘴，要净化的不是水，对，要净化的不是水，真的。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喝酒放松心情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，然后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。OK， 星期五晚上大家去嗨点。